造的炫酷机身，霸气的眼神。这个暴脾气的恐龙是谁？嗨，你好，我是莱特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朋友了。全新升级版的莱特恐龙，能吃东西，会便便，前方空中发现各种食物，莱特超级大炮充能准备发射，百发百中，弹无虚发，在玩耍中培养小朋友不挑食的好习惯。我是从不挑食的莱特恐龙，小主人快来喂我吧。亲手喂食，情景学习，教育小朋友多吃水果青菜，营养搭配均衡，身体长得棒棒棒。肉的味道真好啊。在潜移默化下培养小朋友爱卫生的好习惯。恐龙吃完东西活动一下，帮助消化。青菜，所以便便很顺利的出来了。便便后需要冲冲水，洗洗手哦，这样才是讲卫生的小朋友。莱特恐龙的动作可以随心编程组合，前进，后退，左转，右转。莱特还能为小朋友讲解科普知识。肉食恐龙和素食恐龙两大类。学习累了，召唤更多小伙伴一起舞动起来。快把全新的